解说吧，专业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问题，料只有你那销魂的小代号。欢迎收看《娱乐多尼》，大家好，我是解说的来自于紫色蔡青虫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啊苏761。哎呀，前面在放炮仗了，闪开，俺要起飞。妈的，你不要逗我了啊，你个逗逼。地图是马林诺夫卡标准模式，我们在这个左脚的终点位。我靠！进攻时间到。哎呀妈，快被吓死了！你妈的，这怎么砸到面前来了？哎呦喂，我去！不是，那你这个，你既然要烘托气势的话，那就应该跟使命召唤一样，那个音乐一直闪着，这些东西四面八方都在录，对吧？但你设置好了，它不会砸到人。呵呵，你往哪走呀？呵呵，哎呀，你个逗逼！啊，看我不撸死你！看到什么东西吗？啊，趁现在蹲着比较无聊，也是给大家说一下啊，在这个土豆、优酷、搜狐、爱奇艺都是可以看到老夫的视频，是老夫亲自更新的啊。然后这个，似乎除了土豆还没认证，其他都认证。然后也是最近有观众在反映，为什么看不到最新的视频？但其实我每天在更新啊。啊，我出去到外地装逼的时候，也会提前把量传上去啊。这个大家搜索关键词大写的 AOD 啊，搜了之后一定是要选择这个，它有个选项，你选那个最新发布才能看到最新的，否则看到的全都是老的。当然，其实最科学的办法就是你直接进入我的这个视频空间。啊，不过这个东西好像很多现在的观众是不会用啊，因为它很老的功能，优酷本身也没做什么引导，那就没办法。当然，你们按照我这个搜索的靠谱的办法，肯定是说，哎，他转了个头过来，啊，他在看什么？你在看基佬吗？啊，哎，正所谓醉里挑灯看基。妈呀！这火烧的，里面有什么？里面有一对异性恋啊！妈的，这不光是异性恋了。这他妈我感觉里面是有一群异性恋，哎，不得了啊。哎，现在这那等于这三个人这怂了呗，一看卧槽，这你妈怎么搞啊？因为我发现有个问题啊，怎么山那边彻底不要啊，这样真的好吗？岂不会出事儿？哎呀，盲射啊，拼人品，哎，那要看到人品好不好。如果人品值不够怎么办啊？当然就要攒人品，但是攒人品呢啊，绝逼是一个高技术的活，哎，具体怎么攒呢？对不对啊？人品改变命运，对不对？哎，比如说你到街上去啊，这个看见一个老太太过马路，哎，你把她扶过去啊，你就改变了你的命运啊，你的命运肯定因此而不同啊。啊，当我没说啊。等会儿你全家破产了，你别说是我教的。当然，你如果恨谁，你就把这个办法告诉他啊。哎呀，你在他心中的印象啊，肯定会非常非常的深刻。哎呦，我操！刚好打到那个履带给他打断，这不是神作的吗？哎呀，他死了。好，哎，我现在这个爆炸各种画面，这肯定网做的是越来越好了啊，越来越好。嗯，难道是二雷的蛋蛋有救了？不需要花那么多钱了，也可能是已经割了啊，没有蛋蛋就没有榴弹嘛，对不对？哎，好了啊，这个东西转过来。哎，搞他！哎呀，不是这个禅师怎么这么骚嘛？你看嘛，这就是不要删的后果呀，人家已经骚到这种样子了。你遭得住的呀！啊，也是给大家讲，我们目前的这个粉丝群里面啊，全是一群骚货。妈的，那个，我觉得已经可以秒杀10000个王帝马了。
我群里面一群变态啊，老子进去我本来想看人家在干嘛，全在聊一些变态的话题。我他妈说了句话马上就跑了，吓死我了，救命啊。然后当时有个人说啊，妈的，我早上进来还他妈挺纯真的，现在怎么这样了。我记得多年之前有观众说啊，我早上进来还是节操满满的，到了晚上时候怎么就节操全无了。哎呀，这简直是节操粉碎机啊。当时我就在群里面说啊，我说你们放心啊，你们都太棒了，这个 ISIS 一定会高薪聘请你们作为这个节操粉碎师，成为这个他们这个黎凡特伊斯兰国的这个啊，建国这个大法啊，然后让你们对他们的这个敌人的国家呀进行各种无节操的这个宣传攻势，粉碎他们的三观啊，摧毁他们的战斗力。然后就看见黎凡特伊斯兰国的自由斗士啊，摧枯拉朽的讲着黄段子，拿着电动黄瓜，对不对啊，就把那些笑的根本拿不动枪的美丽士兵呢啊全都给收拾了啊。哎呀没有死啊，救命啊救命啊，不要这样呀。好了，刚才估计是被亮，我这个打得好恼火的。我刚才对面应该是用 HE 了吧，你四滴血人家就算不用 HE 现在也要用了，一摸死啊。现在是7-11啊，7-11这个东西总么个搞法。7-11，看对面的配置吧。我靠，对面那个绝壁比咱们屌啊，妈的。你不要通过弹道轨迹暴露你啊，难道你坚信对面是小学生不懂这一点的吗？啊，不要逗我，不要逗我啊，不要逗我。哦呀，别急，我们中了目标。你开心吗？耶，咱们自己怎么样？耶耶耶耶！蚕食日塔，妈，你个水货！你真他妈水！哎呀，我操！说明你这掉线，哎，这动了，不是掉线。哇靠！现在这真的是遭不住啊！你不到水边干嘛？雪爷在召唤你们啊！你给雪爷这个，进贡了嘛？你看嘛，这帮人不要删，这他妈删删的都是些啥？一群脚下山，想插就插啊！各种进来骚。我觉得那个火炮你是不是跑一跑呀？你那个位置真的没问题吗，哥？滴滴啊，什么东西？老子切出来看一看啊，看。没有啊 ，QQ 群，群加多了。这个的话，我看。现在他肯定自己也在想办法，关键他如果血量满一点的话他是能有信心的，但现在这个样子，哎呀，作死的禅师，恭喜你啊。哎呀啊，你看这就是小车房里面小学生的标志，被不知道自己被亮啊，被打了不知道躲，简直太开心了啊。正所谓这个神对手啊不如猪队友，队友配合不如敌人配合，对不对啊？否则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反对派这个上位的国家啊，对不对？想当年党国啊何其的雄壮，就是猪队友无数啊，遭不住啊。哎呀哎呀，缅甸不要打，打不穿那死偏家啊，没有小鸡鸡，鸡鸡长脑门上啊。你看看见没啊，哥的这个脑洞大开，脑电波干扰没有节操术，是不是又进步了？好牛逼的，牛逼到不行。然后过来，哎呀呀呀呀，你们真的是一个一个的送吗？哎呀，火炮救命啊，你要死了啊。你看，哎，不，你死了咱们怎么办嘛？这还能行吗？哎，老子要吓死了！哎呀，我靠，他要刺死咱们！哎，没刺死，吓死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别急，
妈的，你不要慌啊！啊，说说的好，不要慌，不要乱啊！踩死一个几百万，对不对？哎，亲爹脸皮就是屌啊！哎，亲爹脸皮短短啊啊短，哎就是短，哎你短不穿啊？我一短你就穿啊！你看见没？哎，你打上 HE 二货，我靠，我靠，我靠靠，简直尼玛要逆天呐！这是啊？难道你是被当年的不二大神附体了吗？哎呀，我靠，我靠，我靠！找下一个目标。妈呀，吓死了的好吧？哎呀，不要吓我！他的人都要吓死了。我这现在咱们还是很危险呐、啊，剩下妈的，你说就在那个幺三是个二货，妈，那火炮呢？那呼一下就死了的呀。哎，这真的是在吊打小朋友啊！放假了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好像已经开学了，那你们这是什么呀？哦，我懂了，肯定是二雷开的电脑啊！想我大中华不是大共产帝国的学生在啊、大这个啊封建不是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下啊成长起来的这个儿童，怎么可能那么傻呢？肯定是二雷演的戏开的电脑啊！这中国的这个小孩子绝逼不可能这么傻的，真是的啊！开玩笑啊，打个铁皮 CF 怎么可能打不好嘛？真是的。他说的很有道理，你们简直无法反驳，是不是呀？哎呀，哎呀，你来了！哎呦喂！他是没看见咱们吗？看到好像是的。呵呵呵。别急，你是不是感觉？很鬼畜，很诡异，很奇怪啊！好，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来联系到 QQ 邮箱是76785582@QQ.com，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